美国参议院提法案，希望可以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伊朗法院再判400名参与抗议活动的民众有罪，并实施监禁，其中最长的刑刑达十年。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因涉贪腐案遭国会罢免，副总统顶上让卡斯蒂略支持者不满并上街示威，示威活动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欢迎收看2022年12月14日的东方国际焦点，我是慧如。美国多地先后禁止政府设备使用中国短片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 TikTok。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周二宣布已寻求一项跨党派法案，寻求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担心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会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据香港东网报道，该法案将禁止所有社交媒体公司在中国或俄罗斯影响下进行任何交易。TikTok 发言人则回应指，一些国会议员决定推动一项出于政治动机的禁令，而非鼓励政府结束对 TikTok 的国家安全审查，令人不安，并无帮助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该公司将继续向议员说明确保该平台安全的计划。伊朗法院再判400名参与抗议的活动民众有罪，并实施监禁，其中最长刑期达十年。伊朗因库德族女子安米尼支持而爆发的全国示威潮至今未息，当局以武力回应，向抗议者开火及殴打他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有300多人在血腥镇压中被杀，其中包括至少40名儿童。联合国人权专家估计，自9月中旬以来，伊朗全国有超过14000人被捕。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因涉贪腐案遭国会罢免，副总统顶上让卡斯蒂略支持者不满上街示威，要求大选让人民自己选出总统。示威活动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卡斯蒂略上周三想要非法解散国会不果，并由时任副总统博鲁瓦特继任。此举导致卡斯蒂略的支持者感到愤怒，并上街抗议，要求博鲁瓦特辞职，制定新宪法并解散国会。部分愤怒的抗议者烧毁公共建筑，袭击警察局，并封锁高速公路。而警方为平息暴力动乱，使用催泪瓦斯和枪支驱散民众。目前的继任总统博鲁瓦特已经承诺提早在2024年4月举行原定于2026年的选举。此外，他还指出计划与这些支持卡斯蒂略的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同时也为逮捕其前任辩护。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我们再见。